你现在心里有我了吗？那个蛋糕，那个蛋糕放久了不好吃了，就你赶紧给小果送一趟。你别说我喝多了。什么蛋糕不蛋糕的，谁要吃蛋糕啊？都这样了还蛋糕呢？没听见吗？看什么对我这么好？才在一起多久？不懂欲擒故纵吗？不懂欲拒还迎吗？长这么帅都白长，就知道傻对我好。大傻子，心疼死了。知道了，我马上吃。怎么喝那么多酒啊？都没人拦着吗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在呢，我在呢。你现在心里有我了吗？林阳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这到底是怎么了呀？出门的时候还高高兴兴的。吃蛋糕吧。啊？什么蛋糕啊？他发神经，大半夜从酒店跑出去要给你买蛋糕吃，可人家早关门了。我跟江阳赶过去的时候，他就在人店门口台阶上一个小角落里，靠着墙壁都睡着了，跟流浪汉都没什么区别了。被叫醒了之后，只干了一件事，把手机往我手里一塞，说。去，帮我买个蛋糕。糊里糊涂的，还以为人家没关门呢。这里边都是一些招牌款，你就当我买了，你已经吃过了。还有这些酒，其实我刷他的卡压根都不敢买贵的，就这么一屋子，还比不上当初他请你喝的那一小杯呢。林亦扬对你是真上心了啊？何止是上心啊，还有很多事儿你不知道呢。之前他为了请你吃饭帮人打了一局比赛。你还记得吗？他是为了你打的。
为了我。那次你去他学校，他正好不在，他拜托他同学帮忙照顾你跟你弟，作为条件，他帮别人打一场球。我同学上个月跟他们打球输了，想请我帮他们找回场子。肯定是关系特别好的朋友吧？不算。有一次我想请人吃饭，没钱也没时间，这场球算是一个交换条件。你是说那次？就是那次。你说他多傲的一个人呢，让人支持打球，不可能的。也就是为了你啊。林亦扬到底为什么不打比赛了？职业选手嘛，碰到职业低谷期很正常，可他过去锋芒太盛，人又狂，突然跌到低谷，连着输了好几场，很快就有了他收钱打假球的传闻。后来在一次大赛上，他跟裁判起了冲突，被判罚禁赛6个月。我老师让他道歉，他不肯，一气之下就把他赶走了。其实我们大家都明白，从他离开东兴城的那一晚起，就已经放弃了。这么多年了，我们兄弟几个提起这件事来，还是很难过。可那小子确实是犯错了，就是这么多年，也都不给自己一个回头的机会啊。我明天还得比赛，要先回去睡了。他先交给你们照顾，我比赛完就接他。没问题啊。我先走了。